各位早晨，歡迎收睇呢節嘅即時攻略啊！林子棠咁啊，呢個環節咧有 Samuel 喺度嘅 ，Samuel 你好。Hello， 子棠。我都提醒大家啦，任何股票上問題咧，可以打嚟2804-6566問下啲專家意見，又或者將問題電郵去到 ASK 嘅 BS Channel 溝，或者 WhatsApp 到91571428俾我哋。Facebook 上面都準直播啦，大家開 button 咧同埋 share 條片。有問題留下留 comment， 會盡快解答大家。望望個市先，懟緊223點，22543點，國企指數跌緊68點嘅，最新漲7922點啦。大市成交447。大家呢兩日繼續係關注呢個俄羅斯啦，同埋烏克蘭個局勢啦。而家咧西方國家咧對俄羅斯嘅制裁咧，又進一步加大啦。即係咧之前咧就啲人就鬧佢哋唔夠膽做啦，而家終於咧將即係俄羅斯嘅部分嘅銀行啦就剔出佢哋嗰個 SWIFT 嗰度。咁盧布咧亦都係應聲懟咗落嚟啦。港股嗱，見到而家咧上個禮拜五咧美國。即係道指嗰度咧，諗住個局勢有啲緩和，即係好似有得傾，咁啊升800幾點啦。而家Dow期咧都係繼續懟緊500幾點啊，嚇懟翻大約1%落嚟。恆指而家咧穿曬位啦，大家都係話再望都要望多1000幾點喎。你自己會係即係嗰個睇法又係點咧？上個星期就講啦，你話本身就叫做喺當日你話成個大跌嘅時候啦，即係講緊2月22號啦，咁曾經都已經叫做跌穿咗成個1月份同2月份啦，做咗個雙頂嘅頸線位啦。咁喺2月22號當日啦，其實都叫做跌穿咗一次噶啦。咁但係其實你話掹翻再去星期尾嘅時候24號啦，正式就叫做跌穿翻啦。咁所以就變咗要行曬成個技術浪嘅話。以25000呢兩個雙頂為一個開起點嘅話，條頸線大概咧就 mark 翻喺23500啦。咁所以你話呢度即係1500點要行曬嘅話啦，咁就望住22000點呢一個嘅關口先。咁距離現階段嚟講啦，都仲有大概500點嘅跌幅嘅。你見到今日就已經叫做跌穿咗個新嘅52周新低啦。咁上年嘅12月嘅時候，曾經就攞22600嚟做一個底。但係今日都已經叫跌穿埋㗎啦。望翻啦，藍籌方面嘅表現啦，其實都算係叫做比較差啲嘅。有超過5隻嘅股份啦，創緊52周新低。而且你話有幾隻啦，都係一啲叫汽車股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叫做都係叫 keep 住弱勢嘅弱股啦。同埋講緊你話連隻港交所啦，都係叫做穿緊52周新低嘅。咁你話最低你話而家落到380蚊。所以就變咗你話反映個市況氣氛嘅啲科技股上兩個星期曾經就住啲監管嘅因素啦 ，ATM 都已經唔係好彈得起㗎啦。咁然之後啲金融股亦都開始擔心，你話如果外國啦，即係講緊你話歐洲對於俄羅斯出現啲乜嘢嘅制裁嘅話，可能有機會影響到歐洲方面嘅經濟嘅話，咁啲金融股尤其是講緊你話匯控啦，或者講緊你話其他一啲本地嘅金融股啦，可能都未必真係叫做。咁炒得起，咁所以喺個氣氛主導之下，暫時都需要叫做再落多幾百點先啦。你見到升嘅股份都唔超過10隻啦，表現得好啲嘅即係網易啦，除咗佢自己因為業績出到嚟好過市場預期咁升5-6% 之外啦，其他嘅股份其實有得升嘅話咧，其實都係唔超過1% 嘅，咁所以就變咗喺個市寬嘅情況之下，跌嘅股份或者跌嘅板塊啦，都係叫。超出咗好多咯。今日咧我哋睇咧啲52周新低嘅股份咧，都有唔少係一啲藍籌嚟噶啦。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其實咧港股個熊市，即係而家已經喺個熊市入邊咧？如果係嘅話，大家嗰個操作而家應該係點樣做？即係因為有啲人咧，可能有即係阿里巴巴嗰啲咧，都仲係咁樣揸住噶嘛。唔肯減貨嘅話，喂，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再深啲嘅跌幅，你真係揸冇得剩喎，仲要加埋咧，即係而家大陸嗰啲監管措施咧，依然都未有一個放鬆嘅跡象。上個星期啦，即係講緊阿里出完業績之後，穿咗個新嘅52周新低，或者講緊穿咗之前108蚊啦。喺舊年12月開始呢幾個月，曾經喺108蚊嘅位做咗個底嘅話啦，咁其實穿咗嘅話都應該要叫做止蝕㗎啦。目前嚟講就暫時未見到啲止跌回升嘅狀況啦，唯有你望住幾時先出現啲真係叫嚴重超買嘅狀況咧，就係講緊你話去到舊年12月頭啦。
12月6日嘅時候啦，RSI 最低啦，去到差不多貼住22、23咗呢啲嘅水平，咁先至叫做博佢做到個向見底回升嘅反彈啦。咁但係而家暫時都係挨住30零左右，又未至於出現個嚴重超買嘅狀況，咁所以暫時都仍然係叫做俾人低估啲啦。你話去到呢？過去呢6個月啦，基本上你話唔係博啲科網股嚟講啦，基本上就唔會輸得去邊嘅。除了你話某幾隻業績真係唔錯嘅，譬如好似你話只992啦，你話只你話只Lenovo 啦，咁所以基本上除咗呢只之外啦，其他佢哋嗰啲 ATM 嘅股份啦，個表現都仲係叫做差少少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去到3月啦，2月開始叫做完結，臨近今個星期尾就會叫做炒啲兩會嘅行情啦。咁就變咗可能集中喺啲本地嘅地產啦，或即係講內地嘅地產啦，或者講緊你話啲基建嘅發展啦。暫時你話內地嗰啲基金嘅巨頭啦，都是叫集中估緊受惠緊呢幾個板塊嘅，咁你話可能楞埋啲新能源啦，都叫做有機會嘅。上個星期五啦，啲綠電股啦，或者甚至乎楞埋啲火電類相關準備去轉型做綠電嗰扎嘅股份啦，上個星期係叫做有一下嘅急升嘅，咁所以可以留意一下呢類型嘅板塊先啦。暫時啲科技股或者你話可能估值高啲嘅，就未係真係叫做咁炒得起啦。除咗你話除咗業績可能真係叫飆升之外，但係暫時就未係真係叫見到可能好突出嘅表現啦。你話去到3月22日左右啦，騰訊先至會出業績嘅，咁所以都距離一段時間嘅話，唯有就炒住啲兩會行情先啦，或者可能你話望住啲航運類相關嘅。近期如果你話受住制裁嘅影響，或者你話可能大宗商品個價格都係叫 keep 住咁高企嘅話啦，今個呢一輪啦啲航運股個表現都算係叫做唔錯嘅，可能會關注一下啲個別嘅板塊先。藍籌方面嗰扎啦，就冇乜邊隻係真係叫做可以憧憬住咯。係啊 ，Bianca 都講得啱啊，完全大家都冇乜心機咁滯，即係你而家你又好難叫人買貨止蝕咧，真係好肉赤。但係今日個成交暫時嚟講都有400多億啊！頭先講到啲航運股今日真係都表現咧，算係非常之突出㗎啦，1919升大6%。Bianca 應該有貨啦，1919係嘛？之前2343升大6%，仲有隻316咧，東方海外都升大約係6%。我但係我睇啊隻海豐咧升大1%啫喎，海豐其實都好貼噶嘛，同啲航運股行得都係做集裝箱嗰類啦。咁但係個別啦，咁你話可能望住啲航線可能有機會唔同嘅，咁有機會可能炒嗰個嘅味道冇咁濃啦。目前你話比較強啲嘅都會係隻316啦，暫時可能會叫受惠得比較多啲。咁其次就會係隻2343啦。基本上如果你話現階段嚟講對住成個航運嘅板塊，或者講緊你話去住唔係望住啲大中商品一路升上去，譬如可能以俄國為例嘅出口得叫比較多啲嘅商品，啲鋁啊嗰扎啦，如果受到制裁，佢自己冇得叫做出口嘅話啦，有機會可能真係叫做要依賴其他嘅貨船啦，或者講緊你話其他嘅公司啦，幫佢做啲進出口。之前咧亦都有啲小道嘅消息啦，就係講你話有機會靠翻中國嘅一啲航運公司啦，幫佢運翻啲貨出去嘅，即係可能喺制裁嗰段嘅時間啦。咁因為呢一段嘅期間，其實就發現可能某幾間嘅航運公司嗰個嘅貨運量啦，係超過咗出口中國自己內地嗰個出口量嘅。咁所以曾經有啲消息就講，其實有機會要依賴中國嘅一啲航運公司啦，幫佢去運翻啲貨出去嘅。咁所以就不排除在這段時間的政局比較緊張的情況之下可能會炒這些風氣出來，所以短期之內會叫比較強一點。扔住你說的油價都是叫做比較高企的時候，可能都反映翻整個航運的需求都叫做比較高一點，所以扔住主要都是望住你話整個大宗商品的價格keep 住向上，而且你話啲船的供應啦，即係講緊你話造船嗰扎之前的訂單未係真係叫咁快落成到，咁可能就會令到啲船期都處於一個比較緊張啲嘅狀態嘅話啦。暫時啲航運股都仲係叫做比較當炒啲，或者喺呢一段時間會叫做跑得贏個市先啦。Bianca 就話1919咧啱啱走咗，但係
即係而家唔就咧，驚佢又輸翻落去，都啱嘅。即係減下磅都未嘗不失為一件好事。但係嗱，而家個市亦都係跌多咗啦，跌緊大概300點。好堅持想問一下個市會探到咩底，會唔會去到20,800點咧？嗱，今日就穿咗啦，好似上年5月個底低位都係已經穿咗啦。再下一個位係點樣望？如果你話要 mark 嗰個嘅低位嘅話，頭先就度啦，22,000基本上就會係個雙頂嘅量度跌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跌到落去20,800點啊，即係講緊你話挨完全要跌穿埋舊年3月份嗰個低位嘅話啦，咁其實個機會就比較少啲，因為講緊要去到一嚟啦，當陣時嗰個狀況就係全球嘅疫症都出現過爆發嘅狀況啦。咁但係而家暫時可能本港嘅疫情叫嚴峻啲之外啦，內地冇出現呢一個狀況，咁所以如果你話啲藍籌股有大部分嘅都係以中概股為例，或者以中概股為題材嘅話，好難去直接叫做沽得曬啲貨啦，落翻去舊年嗰個低位水平嘅，咁所以就暫時望住20,800點嗰個機會就唔算真係叫好大咯，唯有就度一度佢哋嗰個嘅。舊年即係叫平均曾經做過嘅幾個底位置啦，咁譬如好似你話望住如果你話呢段時間上一次嘅23,000穿完，咁就度再下一個嘅低位22,600，咁亦都叫做穿埋嘅話啦，先至叫做考慮係咪真係叫做要補一補當陣時嗰啲裂口嘅位置，咁譬如可能你話翻翻落去22,000左右咯，之前亦都叫有個上升裂口啦，未補完嘅，咁所以就我覺得你話要去到嗰啲位亦都差不多，即係叫接近啲超賣水平嘅話啦，咁其實就7,788噶啦。目前就唔需要跟住太擔心啦。你話可能真係叫做要落得太低住，咁唯有就度下睇下有冇啲裂口，暫時係叫未補嘅。咁補一補嘅話可能會叫做比較安心啲。咁所以望住2020年啦，當陣時有幾個嘅上升裂口啦，暫時係叫未補到嘅。咁近比較即係叫比較貼啲或者再拉落少少嘅，就會係。講緊2020年嘅3月24號，同埋講緊呢位3月23號啦。中間大致上做一個小型嘅上升裂口嘅，咁嗰度嘅頂部位置要補翻嘅話啦，大概係22,100左右。咁所以就攞呢一個嘅位置嚟做基準嘅話，咁你話再俾多少少 buffer 就落到22,000咯。如果你話真係要個市況好差，去到你話連3月19號嗰個低位21,000左右啦，21,200都穿埋嘅話啦，咁就會叫做比較誇張啲啦。即係要講到你話連內地嗰啲嘅股份，基本嘅增長都完全冇曬。又再翻翻去一個叫做比較悲觀嘅時期嘅話咧，到時先至叫做再考慮係咪真係叫做要沽翻曬啲貨咯。咁但係暫時就揸住個中指，你話唔係揸住啲科技股嘅話咧，基本上輸嗰個嘅幅度咧，都叫做比較有限嘅。除咗你話可能呢幾日啲車股啦，個氣氛比較差啲啦，譬如好似你話吉利嘅近期擔心緊喺俄羅斯嗰啲嘅銷量會叫做比較多啲啦。咁而且長氣啦，舊年年尾嘅時候喺俄羅斯啦。都有幾十億嘅新投資啦，擺咗喺嗰度嘅，咁可能需要擔心啲政局嘅因素影響住佢哋嗰個嘅銷售量啦，咁所以汽車嘅板塊都會叫做比較偏弱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揸啲科技股嘅話啦，咁基本上就輸嗰個幅度啦，暫時都算係叫做有限啲咯。好，咁啊，不如我哋又聽聽家庭觀眾嘅電話，再睇下 YouTube 上面有冇問題啊嚇。張小姐喺電話旁邊嘅，張小姐早晨。系早晨，你好啊！想问边只股份咧？我想问只941啊，我54蚊有货啊，会唔会跌翻落48蚊啊 ？OK， 好，你系想再加定系谂住走啊？再加。再加，好，想加住嘅话，嗱，94152.1啦，你睇图咧，佢系真系落翻去嘅喺个高位度，但系好多人咧而家就觉得啊，佢依然都系安全啦，安全啲嘅股份啦，又个息又比较高啦，想再加住，你觉得适唔适合咧？要买嗰个位，可唔可以定即系进取啲，起码条50天线或者再低啲啦，48蚊呢啲位去唔去到咧？如果你话要落到去48蚊啦，咁基本上就要呕翻晒呢一轮嘅升幅上嚟，即系要贴翻落去一月
頭嘅時候嗰個嘅裂口位啦，即係講緊要補翻一月頭嗰個裂口嘅話，咁到陣時其實個氣氛應該都會叫做比較差啲嘅。咁所以我覺得你話如果翻到落去嗰啲位又未必夠膽買住，除非你話真係純粹為咗收息嘅狀況，即係講緊你話而家落到去50多蚊都叫做有六七厘息嘅話啦，算係叫做吸引嘅。咁但係暫時你話喺政策面上邊或者你話其他可能盈利上邊嘅又未至於出現啲好負面嘅狀況嘅話啦，你話要等到48蚊先買我驚到陣時反而會出現啲而家未估到嘅消息或者而家未估到嘅狀況出嚟啦，先至令到個股價落得翻落去48蚊嘅。咁所以我覺得你話首要嘅目標望一望條50天線啦，即係講緊挨住51蚊呢一個位置，其實相對嚟講個估值上邊啦，或者喺個腰數上邊都唔算真係叫太差啦。你話翻落去51蚊左右嘅話啦，應該有6厘半左右嘅。咁所以就可以睇下望一望嗰啲位置，尤其是講緊你話呢幾輪啦，都係一月頭嘅時候做咗個頂啦。咁另外一方面就舊年嘅8月嘅時候咧，都係喺51蚊邊做咗個頂嘅話，睇下呢啲嘅位置有冇個支持先啦。如果你話連呢啲嘅位置都跌穿嘅話啦，咁我相信大即係市場方面啦，開始唔睇個要素，反而可能喺個基本面出現啲未睇到嘅問題啦。咁到陣時需要叫小心啲。如果你話要落翻48蚊嘅話，我覺得叫太悲觀啦。要擔心嗰陣時會唔會出現啲真係叫盈利狀況啊，或者啲前景出現問題啦。當然你話以個腰嚟計嘅，落到去48蚊，當然係更加吸引啦，有機會落得翻去有機會上得翻8厘左右。但係需要小心啲就。會不會可能真的叫做反映翻市場的風向轉了一路沽緊曬啲貨落嚟，先至等到個腰咁吸引咧？咁到陣時需要叫考慮呢一樣嘢啦。好啊，咁啊，多謝曬呢個張小姐嘅電話喎，咁啊，繼續睇下我哋自己啦，睇下有咩股份啦，大家都好似冇乜問題咁啊嚇，唔夠膽買嘢，個市亦都係越懟越深啦，跌緊340點啊嚇。講埋啲新能源嘅股份啦，兩會咧頭先都話嚟緊炒兩會啦，但係啲新能源股份咧呢排真係唔掂啦，冇錢到啦。兩會應該會唔會有啲政策性嘅嘢出嚟咧？即係你自己估新能源，因為始終都係要做啊嘛，大勢所趨噶嘛。機會比較大啲啦，而且你望住可能個別嘅板塊表現都叫做有啲唔同嘅。近期行得比較強啲嘅會係一啲光伏類嘅股份啦，譬如你話望住啲發電企業嘅，佢哋自己出到嚟每個月嗰個嘅銷售產能啦，其實大致上都有個分野嘅，即係講緊風電類由於舊年即係叫升得比較多少少啦，尤其是佢哋喺發電，無論喺發電量方面，第二講緊喺個股價方面啦，舊年都升得比較多啲，咁做咗個基數效應出嚟嘅，咁所以今年啦，佢哋個表現係明顯叫跑輸啲嘅，但係你話望住啲光伏嘅發電量啦，就出現一個淡季唔淡嘅狀況啦，即係講緊你話年頭本身應該係出現啲即係叫少少淡季嘅效應喺度嘅，但係佢哋嘅發電量都仲算係叫做 OK， 都仲有雙位數嘅增長嘅，咁所以就變咗啲光伏類嘅暫時近期啦算係叫做行得比較勁啲啦。咁嚟緊你話兩會行情相信集中都係炒呢幾類噶啦。近期喺個消息面上邊咧反而集中得叫做比較多啲嘅會係一啲水利嘅板塊啦，就係講緊你話去到舊年年尾嘅時候啦，國家嘅消息啦出到嚟都係叫做講緊支持一啲提及到啦，即係講緊水電或者講緊水利嘅發展啦，提及到嗰啲字眼啦，其實開始叫做比風電同埋光伏叫做多啲嘅。呢一樣嘢就基於舊年嘅時候反而就冇乜點樣提過水利呢一樣嘢，咁所以你見到譬如好似啲北控水務啊嗰扎啦，近期個股價都算係叫做唔錯啦，即係叫比較穩定啲咯。所以基本上一是就向你話新能源方面發展，咁二嚟就基建類啦。咁始終可能喺內房同埋基建類中間，舊年就算係叫做扶持咗內房唔少噶啦。咁開始要叫做留意一下基建類方面會唔會即係叫做要加大翻啲專項債嘅發展啦，或者講緊你話可能債務上方面嘅
加快發行的話，有機會幫到你話啲新 project 募集翻啲資金。咁呢一樣嘢對於啲基建股嚟講，可能會叫做比較有利啲。不過上個星期就開始發現啦，三大嘅基建股，譬如3901啊，或者1186啦，率先就叫做回咗落嚟先嘅。咁睇下會唔會出現啲見底反彈嘅狀況啦，咁先至叫做考慮去跟。近期個勢就叫做比較差啲噶啦，可能你話即係叫大家望住消息面上邊，暫時仲未叫做有得出嘅話，就叫做沽翻啲貨落嚟先啦。可以睇下你話落到呢一輪嘅股值，或者你話近期啲支持位開始叫做即係叫穿穿地啦。睇下有冇機會搏佢個超跌反彈。咁呢一樣嘢嘅機會都叫做有嘅，不過要等佢你話真係出啲陽燭開始叫做彈得起啦，咁先至叫做考慮去跟。否則你話呢一輪基建股嚟講，可能都會叫做比較是張啲啦，除非你話只3311啦，可能係個喺個股價上邊叫做比較硬淨啲，不過暫時就呢只就唔係炒緊兩會行情啦，咁所以就比較個別啲去睇咯。好，跟住咧有人問3323啊嚇啊嘛，建材股啦同基建股都息息相關嘅，3323佢問你即係而家可唔可以買得咧？呢段時間如果你話望住佢可能挨住條100天線啦，即係大概你話9.8左右嘅話，相信嗰個支持應該都會叫做比較多啲嘅，因為望住上個星期啦，大陸出現啲你話控制煤價嗰個狀況啦，咁就基於你話煤價真係叫做比較貴啲啦，咁而且你話個供應量暫時就未完全恢復翻個產能咧，咁所以就除咗進口嘅煤價之外啦，開始內地嗰個煤價出現咗個見頂或者出現個天花板的狀況，咁而家暫時就對於你話一啲發電相關或者你話講緊用煤，即係叫用得比較多少少嘅高排放量嘅嗰扎嘅企業啦，基本上會叫做比較有利啲嘅，咁所以就同頭先嗰扎嘅基建股一樣啦，你話碌到落嚟呢啲位，咁試下搏佢揾啲支持嘅話，大概落到去你話9.8左右啦，咁基本上會係可以叫試一試啦，咁除非你話呢段時間真係叫做連整個上升軌都叫做穿曬嘅話啦，咁先至叫做再考慮啦。目前你話拉住條上升軌嘅話，由舊年嗰啲低位啦，一路望住再拉到上去上一次嗰個嘅腳嗰個水平啦，呢一輪算係叫穿穿地嘅啦。咁所以就睇下條100天線嘅位置可唔可以叫做守得住咯？如果你話穿咗嘅話，可能真係叫做要止蝕嘅啦。好，仲有人問只1866啊，森林生化肥點解要跌咁多咧？佢受唔受惠呢一個嘅烏局勢？係咪個諗法係即係個糧食供應有問題？中國要自己搞啲化肥嘢咧？今日睇嗰啲新聞啦，其實俄羅斯對於你話嗰個嘅化肥嗰個出口啦，個佔即係喺全球嗰個佔比啦，算係叫做比較大啲嘅，佔咗60%嘅。咁所以應該基本上受住呢一個嘅消息影響啦。俄羅斯而家係暫時咧僅次於中國同埋加拿大嘅第三大嘅化肥輸出國咯。所以就變咗，如果你話可能喺個SWIFT 方面被人制裁嘅話，佢哋可能喺個成個出口量方面有機會出現啲配額嘅限制。所以呢一樣嘢對於你話可能成個出口量嚟講，基本上就有個比較大啲嘅影響咯。但係你話股價上方面嘅即使啦，今日算係叫做曾經回過5%都好啦，勢方面咧又未算真係叫做太差。你話望住舊年12月尾或者講緊你話12月頭嘅時候啦，一路向上拉條上升軌嘅話咧，其實今日個低位都算係叫做啱啱守得住嘅，咁所以就可能俄羅斯嗰個嘅局勢叫做有啲氣氛上面嘅影響啦，但係對於佢自己尤其是國內嘅自己嗰個出口方面又未至於真係叫做咁差，反而可能你話嚟緊有機會可以調升翻嗰個嘅平均售價啦。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有少少氣氛上面嘅影響咯。但係你話實質上對於佢自己出口量方面會唔會有影響咧？其實反而應該會叫做有利嘅，咁所以就未至於需要叫做太擔心住咯。好啊，咁啊，不如我哋聽到位家庭觀眾電話啊，吳小姐電話旁邊嘅吳小姐你好，係早晨啦，早晨主持嘉賓，早晨，早晨，我想問，即係我知道個市係應該會跌嘅，聽所有分析員講，咁就係、是。
我而家排紧队入200，可唔可以咧？定真系唔好入市咧？唔该晒。我哋睇个市就即系太多不明朗因素啦，市场都系最惊嗰啲不明朗因素，唔知道普京会玩啲乜嘢啊等等。如果200可以分住啦，我听吴小姐听咗咁多次咧，都系应该可以分住。而家第一注化唔化算，定系还是？都是要落的了，因為如果你看Dow期呢，現在隊多了，隊600多點，應該什麼位置去買一些200呢？又如果你話以頭先個市，即係講緊望恆指嗰個技術走勢嘅話，咁大致上就碌到去22,000啦。咁可以你話等到個市真係叫做22,000嘅時候，先至叫做考慮翻，到陣時搏佢出現個超跌嘅狀況啦。咁你一輪如果你話要度200嗰個價位嘅，咁基本上喺大概25.1左右啦。咁呢段時間曾經做過頂，咁然之後嗰個頸線位置大概23.6啦。所以呢度大致上都會叫做有過半嘅跌幅喺度嘅。咁你話拉到落去嘅話，大致上就變咗你話可能要去到22蚊邊啦。咁基本上就會叫做比較似樣啲，可能22.1左右，睇下會唔會叫做守得住咯。咁其實都同樣地比較易啲嘅就係望住個指數啦，就係講緊指數上方邊落到去22,000嘅話，肯彈嘅話啦，咁到陣時先至叫做考慮買200啦。目前就的確係叫超買啲㗎啦，譬如就好似恆指而家暫時個價位啦，偏離自己條10天線23,700啦，其實都差不多接近1,300-1,400㗎啦。咁所以就距離得比較遠啲嘅情況之下，都會叫做有得彈下嘅。嗯，但是而家暫時個氣氛就比較差啲啦，估值上邊好難作準噶啦，咁所以就唯有等多一陣咯，等到你話貼住22,000嘅話，你話去搏啦，其實我覺得合理嘅。嗯，聽多位蔡小姐嘅電話，蔡小姐你好，你好，係啊，想問邊只股份啊？我想問啊，914同埋20啊，係有冇貨？有啊。几钱买啊？914买到好高好高啊！买唔到，估唔到啊！嗰、那个914咧买到58.65啊！嗰个20咧就买到9.5啊！哦，OK， 都挨紧好多价喎、啊。你系而家想忍痛走咗佢，定系还是想再加住啊？啊？你想再买多少少沟翻淡佢啊？定系还是想？系啊系啊，我想沟翻咧，咩价位可以沟翻咧？Okay，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建不建議溝呢 Samuel， 這兩隻質素如何，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暫時隻海螺啦，我覺得暫個問題就唔算真係叫太大嘅，因為你話可能喺個水泥價格上邊有個調升啦，而且你話成本上方面煤價嚟緊都係會有，應該係叫做下調緊噶啦，咁所以就近期穿一穿啲上升軌，可能個勢叫比較差啲，但係基本因素上方面就唔算有個太大嘅改變嘅，除非你話可能有啲消息講你話內地嚟緊有機會連啲水泥價格，即係講緊你話連啲呢啲嘅基本嘅成本啦，都要叫做撳低埋嘅話，先至叫做可能需要做啲指示嘅啫。咁但係暫時呢啲消息就未收到啦。臨近你話3月頭，即係講緊下個今個星期尾啦，兩會出到嚟嘅時候，都係叫集中喺基建啊或者地產嗰邊嘅發展嘅話，其實你話要跟翻啲水泥股，我覺得都有條件嘅。你話要暫時拉落少少嘅，你話可能今日就穿埋條50天線啦，咁所以個支持位唯有就set落啲，同頭先嗰扎嘅水泥股啦，或者講緊你話啲基建股一樣啦，咁可能 mark 翻落去條100天線左右，喺個40.4左右啦，開始先至叫做搏一搏啦。目前嚟講個勢就穿穿地位嘅啦，咁可能要等佢回多少少先至叫做考慮再買翻啦。另外仲有隻20係嘛？20雙湯啊，係啦，應該就有雙湯。9.幾買？呢段時間就即係叫做入唔到，即係喺個科指嘅成分股入邊啦，計錯數，然之後可能你話相對嚟講個提振作用唔係真係叫咁大。一嚟。可能在頭半年之內暫時都仲未啦，unlock 翻嗰啲禁售股嘅，咁所以個股價上邊未至於
真係叫做太差啦。咁啊，唯有落到去啲近期嘅低位，即係講緊成個橫行區間啦。都算係叫做得幾穩嘅。咁仲挨住大概七蚊至到7.1左右拉到落去啦。近期最多都係6.1-6.08左右嘅水平啦。到陣時先至叫做考慮再搏下啦。咁就唯有搏佢炒個上落嘅區間咯。嗯，好，咁啊，多谢晒蔡小姐嘅电话啦。另外咧，最尾答埋啦，3606啊，你自己点睇？同埋美股点解上个礼拜升咁多？因为话有得倾啊，但系局势真系变化得太过夸张，所以咧而家Dow期都怼翻落去。咁啊 ，Bianca 即系 for your information，JT 嗰只3606，你自己点睇？福如玻璃。同啲汽车股嘅走势咧，叫做比较相似啲嘅，即系讲紧你话呢一轮一嚟佢哋自己。啲汽車銷售就比較差少少啦，咁另外方面二手車嗰個銷售都會叫做可能拖低翻啦啲新車嗰個嘅買賣嘅，即係講緊你話平均個銷售價叫做比較高啲嘅情況之下，大家都望住可能買翻啲平啲嘅車啦，咁所以對於啲新車個銷售嚟講啲行個預測啦就未係真係叫做咁樂觀，咁所以就而家個股價開始叫做回翻多少少落嚟，咁唯有試一試啦，近期做咗個兩個底部嘅位置啦，即係都挨住大概37.5左右啦，咁可能先至叫出現啲止跌回升嘅作用喺度啦。你望住相對嚟講，其實比起175啊，或者講緊你話比起只2333啦，其實嗰個勢頭其實都已經算係穩陣好多啦，起碼你話向下啦，會揾到啲支持位先。好，咁啊嗱，呢次咧答曬大家問題啦，都要申報翻先。Sammy 有冇？持有上述投資股份啊，都冇持有嘅。好啊，唔該曬 Sammy 咁詳細分析啊嚇，咁啊個市咧繼續係跌緊超過300點，跌緊308點，22458點。呢個環節同 Sammy 傾到呢度先，稍後翻嚟咧，仲有其他嘅直播環節，轉頭再見。